新鲜的蔬果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，能够快速地补充一天所需的营养。由韩国制造的 Primada 慢磨原汁机，以慢速压榨的方式来提取新鲜蔬果的原汁，完整保留了蔬果的天然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各种酵素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一般以锋利刀片打碎蔬果的果汁机，高速的旋转刀片会产生热和空气，不但破坏了蔬果原有的营养，还使蔬果汁氧化变质，而产生渐层分离。Primada 慢磨原汁机采用石墨螺旋轴的慢磨技术，高扭力，超低转速，每分钟39转，不产生高温，不破坏蔬果原有的营养，连皮带籽一起慢磨出大量的蔬果汁，健康美味看得见。随着慢磨机的普遍化，市面上出现了各式的慢磨机品牌，那我们要如何确定 Primada 是您的最佳选择呢？首先， Primada 慢磨原汁机从引擎到机身全由韩国制造，我们的机身及慢磨刀都标榜着韩国制造。比起其他韩国品牌的慢磨机，除了品牌名称、机身至包装上都没有注明慢磨机的原产地，甚至在官网还能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制作工厂是在中国。此外， Primada 的螺旋推进器是由 Alcom 制作，这是其中一个制造飞机的原材料，有效耐高低温，防止蔬果在慢磨过程中遇热而产生氧化。Primada 是首个拥有双叶螺旋推进器专利的慢磨机，比起其他只有单叶的螺旋推进器，能够更有效地磨碎蔬果，尤其是在磨碎茎叶类的蔬果时，能避免过长的茎叶堵塞慢磨机运作。Primada 的双叶螺旋推进器和滤网之间的距离只有0.3毫米，是众多慢磨机中特有的密度设计，这是为了提高蔬果的出汁量。这也是为什么以同样分量的蔬果， Primada 能为您提供更多的原汁。 Primada 慢磨原汁机由厂家直接进口，保证价格全程最公道，随机还附送面粉杯和磨碎杯，一机多用，超值又实惠。Primada 慢磨原汁机，榨汁不加水，给您绝对原味，用自然守护全家人的健康。